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我们喜欢去不同国家旅游的原因，一个是为了观看不一样的自然风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品尝一下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国家和不同的地区都有不一样的饮食文化。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餐厅却有些奇怪，因为他们从来不用碗盘，食物直接放在桌子上。一想到这个画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些美食不管有多美味都会难以下咽，因为真的太不卫生了。可是乘客却吃得津津有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了解，这家餐厅来自于法国，食物不放在碗盘，而是直接摆在桌子上，应该也算是餐厅的最大特色，所以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想要尝试一下这种比较新奇的吃法。根据当地人的介绍来看，老板这样做是为了维持食物最好的口感，因为如果食物装盘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它的本质，所以他会直接将做好的食物放在桌子上，这样就能维持原汁原味。正是因为餐厅的这种新奇之处，才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觉得确实吃得不太习惯，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吃的时候都会选一些漂亮的碗筷和盘子，这样吃饭除了更有仪式感之外，还特别干净。不过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呈现方式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厨师究竟是怎样把食物放到自己面前，如何捯饬各种造型的，这样就不用担心厨师会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这种新奇的就餐方式呢？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